一年一度耶诞节，大人小孩都喜欢景点耶诞树大 PK， 但这棵耶诞树超狂，用监视器打造的，真的太特别。监视器耶诞树应该是全台唯一，民众抢着拍照留念，还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打卡。而这个景点就在台南的永康分局。很少会看到说有人用这个东西去做一个装置艺术啊，经过的时候看到造型就很特别，然后刚好又看到他上新闻，所以今天又赶快带他来拍照。台南各警局耶诞树大玩创意，2022年用三角锥和封锁线布置成耶诞树，今年2023年变成监视器，用100只报废的监视器摇身一变变成360度无死角耶诞树。网友说，当你凝视耶诞树，耶诞树也在看着你。科技执法之术，嫌犯应该很恨这一颗。警察局表示，我们什么没有，就监视器最多。使用约100只的报废的入口监视器，制作360度环境的 CCTV 圣诞树。创意耶诞树意外变成打卡热门景点，警局季节限定的耶诞树，除了有过节的气氛之外，也要向不法分子喊话。警方查缉办案，没有死角。这赖冠章台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